箴言31章第26节，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好啦，当我哋讲到信心起步点嘅时候呢，或者大家发觉有留意一样嘢，当我哋讲到先知嘅时候，我哋都有提到信心起步点㗎喎。但点解牧师都有呢？原因就话其实五旬即时都为我哋带嚟呢五样唔同嘅信心起步点㗎。而事实上呢五个唔同嘅信心起步点呢，係让我哋唔会错失嗰样嘢。因为点解举个实际嘅例子，就好似投资咁。投资其实是一个决定来的，即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是不是？但问题如果你当时错失了作个决定的话呢，你十年后二十年后你就没有了，或者是当时要作决定的时候甚至你都不知道要投资在那样东西呢，那你就错失了。所以其实五个信心起步点呢，其实是来自呢先知呢去带给一群的会众的。即譬如好像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先知带来是什么的信心起步点呢？就是盼望的信心起步点。因为为什么？因为你不会见到实质，你不会见到任何的可能性，但是你的期望呢是由一个先知去制造出来的。所以譬如好像即摩西如果以一个先知的方式去到埃及去带领以色列人出来，第一样就是给了盼望他，他们未出埃及的。甚至他们守第一个逾节的时候他们还未出埃及的，是吧？但问题就是说，他是身为一个先知的话，他给了第一个盼望的信心起步点。因为任何东西在神那里得到的话，你都一定要凭信心开始的嘛，是不是？所以变成当他给到盼望他们的时候，他其实是可以开始去相信的。但是问题就是牧师呢是给了我们祝福的饼的信心起步点的。但是问题就是报道家呢，报道家就俾我哋扩展啊，即系学识扩展啊呢个饼嘅信心起步点。嗱，但系问题就算扩展呢个饼嘅时候咧，呢个饼咧仲系会众嘅饼嚟嘅啫。OK， 唯有就喺报道家之后咧，有教师嚟到我哋当中，我哋先知道佢咩叫即时啊，我哋先至识得可以进步到变成五旬即时，进步到变成童女，进步到变成辛苦。明唔明啊？咁跟住去到使徒就更加犀利啦，因为使徒嘅工作就系每个时代当中系完成佢嗰个时代嘅嗰个段落嘅 olive and half， 就系话哦，可能佢呢个时代去到 A, B 段落啦，系咪吓？即系佢未去到 science 意识段落，佢系由 A 段落转到而家系 B 段落啦，咁佢咪接手咯，做 B 段落啦，或者佢个时代做 C 段落啦。嗱，所以变咗每一样嘢啊，我哋都有信心起步点嘅。而事实上，使徒就是让我哋能够参与神时代计划嘅信心起步点嚟嘅。咁所以变咗点解每一点我哋都要去重新理解呢？我哋错失咗佢之后，我哋以为哦过十年百年之后参与都一样冇错失啦。你错失咗神所俾你嘅祝福，或者你冇错失嗰个果子啊，你都一样可以食到果子啊。不过你错失咗个耕耘啊嘛，明唔明啊？哦，我而家等到有果子我先嚟锡安咯。哦，等到啊佢复兴啊，证明佢完全系嚟自神，完全唔需要我踏出任何信心嘅一步，我先嚟锡安参与咯。啊，系啊，你嚟到食果子啊，咁你嘅咒诅咪仲多？即系话你祝福饼仲少，系咪？当然，对于你嘅情绪系满足咗啊，对于你嚟讲，佢觉得啊知识上啊，或者啊对你嚟讲幸福咗。但系问题就系话，你以为幸福啫，系咪？你嘅受数啊，你拥有嘅所有嘢都其实系神俾噶嘛。所以变咗，其实如果我哋嘅生命当中，我哋常常啊错失咗呢个信心起步点咧，其实我哋系为自己错失咗我哋人生当中神所俾我哋嘅机会嘅吓。而事实上讲起信心起步点的时候呢，有一样嘢你一定要知道的，就是好些人呢他不是没有身处其境的，他真的在当中的，但是问题就是他都一样在他态度和行动上去错失了的。譬如举个实际的例子呢，就是在我开始锡安的时候，其实我需要一班人同心，我需要一班优质的门徒的，我需要一班不是处处都质询我 的门徒的，我需要一班真的同心去按住神所俾我哋嘅方向，我哋去信，系咪？当然咧，如果神要我哋去信嘅时候，你质询我，我点答到你啊？系咪？信系咪？我边俾到事实你睇啊？我边俾到一千人教会你睇啊？我边俾到喺将来我哋照住神嘅计划行喺神嘅时代旨意当中啊？因为系开始啊嘛。但系问题当然咧，如果系咁嘅情况，等下我遇到一班咁嘅人嘅时候咧，其实呢班人佢咪错失咗佢哋自己嘅祝福咧？即是说他身处
当中啊，但问题佢都一样错失咗信心起步点，反而佢加咗麻烦俾我吓。咁、当然啦，呢、這个嘢嘅事实上我要经历呢个磨练啦，同埋锻炼啦。咁所以变咗，原来每一个喺石安当中，你参与嘅时候咧，你系懂得去付出嘅话咧，你就一同可以喺呢个起步点当中。但系咧，如果你系一个横梗嘅人，又蠢又顽固嘅话咧，啊咁变咗你一样喺当中啊。不过你成为一个负累咯，系咪？就如我所讲，你唔系成为一个助力，你成为一个阻力咧。喺嗰个过程当中，变咗我得着晒一切嘅祝福咯，因为我付出嘅所有啊呢一啲嘅信心啊，付出呢啲嘅忍耐啊，付出喺过程当中懂得去饶恕啊，懂得谦卑啊，懂得有仆人嘅心啊。嗱呢一啲系让我喺个心里边付血本去杀种嘅。咁于是乎我咪可以丰收咯。因为点解？因为其实神让我哋嘅心去付出，让我哋嘅心去耕耘，咁我哋先得着噶嘛。所以换句话讲，调转啊，调翻转啊。你估一开始食安嘅时候，跟住我身边嘅人啊，即系譬如权威啊咁样，佢唔需要付出信任嘅咩？佢要噶，佢唔需要付出饶恕嘅咩？要噶，因为我唔系所有作嘅决定都能够明白噶嘛。好多时吓，有阵时可能喺表面上嚟讲，喺当时嚟讲，甚至一两年后讲。可能是错的，可能好像是徒劳无功的，是不是、那个、所以变了，换句话说，一是呢就我付出信心啊、饶恕啊、谦卑啊、仆人的心啊、懂得忍耐啊、懂得去欣赏啊，一是呢就是我的跟从者，他们去付出信心，他们付出忍耐，他们付出谦卑，他们付出欣赏，他们付出仆人的心，明白吗？那他们就能够介入了这个信心起步点，去帮轻了我。箴言第31章第26节，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尽我力，尽心跟随，随着神，莫再顾虑，现决定用一生交主手里，向主委身，心坚决没气馁。愿拼命热心追随，再不管离合山聚，奔往向天家终点跑去，在路上全情全力进取，热切全藏心里，绝不失去，永不倒退。主结伴去。